迎来到保险新手村，准备好强化技能了吗 ？Ready Go！ 什么是保单价值准备金呢？房屋有房屋的价值，保单也有保单的价值啊。保单价值准备金就是所缴的钱，扣掉保险公司相关成本，剩下的这笔钱就像是放在账户的概念，会依约定的利率逐年累积，以用来支付未来的保险金。如果临时有用钱的需求，可以提前解约取出使用，也可以向保险公司借出来使用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懂了。